大家好，歡迎收睇《認投資二》，我是阿欣。看看我這個樓盤的環境靚不靚啊？這裡就是我們市區的豪宅綠景沙月灣啦。近期綠景沙月灣新加推了我們身後的這棟直對泳池的這個樓王單位旁邊的這個次樓王啊，綠棟188平方，哇！聽講佢嘅示範單位都做得好豪氣、好霸氣嘅，今日阿欣就一齊帶大家嚟睇一睇啦。咁我哋呢一個項目嘅話咧，有好多個示範單位，即係好多個户型嘅，例如咧早期嘅呢個兩房啦賣曬，跟住而家嘅122平方嘅三房啦賣曬。然之後仲有840、860、880以及200多嘅樓王啦，各種面積段都涵括咗喺呢度啦。之前我哋過嚟嘅時候嘅話咧，影過幾條綠景啦，咁但係咧小區都未係完全咧整得好盡善盡美，但係今次過嚟睇咧，你睇下好多外牆嘅棚架都拆曬啦，可以睇出佢嘅嗰個外牆嘅整體嘅規格啦。我覺得啲玻璃係用得幾靚仔喎，咁樣嘅外觀，同埋咧你可以感受得到佢嘅一個環境啦。泳池都已經係開放咗，好似可以用咁樣啦，感覺綠化各方面都做得唔錯嘅。我哋身後嗰座咧就係呢個188平方嘅户型啦，綠棟嘅單位嚟嘅。睇下佢可以直接咁樣咧正對住我哋呢個泳池啦，跟住樓間距啦對住嗰邊嘅四座咧又係比較闊嘅一個樓間距。咁樣嘅外觀其實都幾靚仔喎，似唔似板樓啊？我覺得外觀上面咧係比其他嗰幾座咧更加豪氣少少啦。我哋而家就一齊入去睇一睇呢一個綠棟啊！呢、这個實體樓呢度啦，呢一個188平方嘅户型嘅話咧，係目前我哋嘅最新加推嚟嘅。咁咧佢呢一棟嘅景觀係非常之靚噶。呢、这個單位咧，佢係私人電梯入户嘅，睇到嘛？尊貴。尊貴，佢同我哋嗰、那個之前嗰個樓王咧五座咧，佢嗰個200多嘅嗰個示範單位咧，就有啲相似，咁咧就縮細咗一部分咯，但係。佢嘅呢個整體嘅户型格局係非常之方正咧，同埋好吸引人嘅。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呢個示範嘅呢個圖紙啦，
比較方正的一個格局啦，看得出南北對流的一個户型，整體的佈局的話呢都是、我們比較常見的一個分布，但是呢裡面的這個大小呢就很舒適的，一入嚟呢度咧就係好尊貴嘅一個玄關位置啦。大户人家一定要有玄關啦，係咪？就屋企整個玄關，係啊，難以想象。好正啊！然之後咧，佢嘅分布咧，呢邊咧就係一個客房嘅空間嚟嘅，一整間嘅一個套房。咁例如有客人嚟住嘅話咧，又可以同你嘅呢個主人嗰、那個。休息空間分開了啦，或者有長輩的話咧，做長輩房都是不錯的，因為大家的休息時間不同啊嘛，就會相對比較安靜少少啦。咁我哋嚟睇一睇啦，一入到呢、這個客房的話咧，佢空間都很大啦，又係一個套間啊咁樣。呢、這、一個空間咧就是我哋南北對流的廳位啦，舒唔舒服啊？超級奢華。係，我覺得比起兩百幾嘅嗰個豪華享受型嘅話，我覺得呢種更加有一個家嘅温馨嘅感覺啊。有啊，比較舒適啲啦，同埋咧又同時兼有咗佢奢華。你睇一睇佢嘅景觀啦，我諗你睇到都會驚訝嘅。哇！佢呢個推拉門好厚重啊，雙層嘅一個推拉門，大露台，望泳池景，景觀係咪好正咧？好靚啊個景觀！你看樓間距其實很闊的，這一棟的話是除我們這個樓王單位之外，樓間距比較闊的一棟，可以直接這樣面對著我們的這個泳池景，看完整個的中心園欖。現在我們的這個高度不是很高的，但是都可以看到是毫無遮擋。我覺得這個樓層 OK 的了，是啊，如果再高幾層望下來應該會很漂亮，俯瞰的一個感覺。再來看看我們這個大露台，哇！我一直夢想咧，喺自己屋企個露台裝個呢啲抽籤椅啊！呢個露台都好闊啲。係啊，我同佢之間嘅呢個距離啦，同個攝影師之間嘅距離嘅話咧，仲未係拉到最盡嘅，因為佢係企喺嗰個柱位嗰度，但係柱位旁邊咧仲係有空間嘅，所以但係咁樣嘅一個闊度長度咧，你覺得點樣？好長。好正啊！擺呢啲咁嘅搖椅啊、飲嘢嘅地方啊，好極好正。你見到佢放嘅呢啲物件嘛，甚至佢會諗到你以後喺露台度 BBQ， 哇，超正！夜晚咧喺度釣翻兩杯啦，整一個咁樣嘅小吧台喺度，望住景緻飲兩杯，哇，享受啊！佢嘅呢個廚房嘅設計咧，佢做咗呢種半開放式嘅一個設計，而家比較流行呢種咯，推拉門，空間又大，係啦，你用嘅時候可以拉起身隔絕油煙，唔用嘅時候咧，咁打開咗咧，整個嘅呢一個空間咧，視覺效果顯得大咗，同埋你可以整呢啲中島台咁樣啦，吧台，但好似個廚房有少少細。是188平方這樣的廚房相對是小了一點，如果它真更大一點的話就會有一種豪宅的奢華感，這種是剛需實用型的感覺，是嗎？嗯，可能真的豪宅的話它的實用率沒那麼高，這個是豪宅的一個通病，因為注重它的感官享受。這個項目為什麼這麼多人買呢？最主要得益於對面這個紅樹灣這個豪宅的話，現在目前的二手價跟我們這邊的一手價差不多，但是對面這個紅樹灣已經很久了，很多年了，比較久的歷史，你看外牆甚至都有一點點剝落了，是脫落了，但是你入住率是非常高的。這個片區是我們珠海定位的豪宅區，周邊的這個二手房價都不便宜，所以這個一手項目的這個單價就算是去到四字頭都是跟周邊的二手基本持平，所以就受歡迎了。來看看房間，我們整個項目的話188平方，它就房就設計得比較少了，但是空間就很大了。我如果將這個推出去，這個面積很大，超正，是嗎？你看看放張米八床之後啊，都仲可以啦，整衣櫃啊咁樣。其實我覺得衣櫃可以整呢度一邊牆都係，你覺得點？可以，因為佢本身呢個櫃位就已經係 set 到嚟呢度啦。如果你咁樣挨住呢度整一面牆嘅衣櫃，
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設計咯。跟住嗰度仲可以放梳妝台，因為房間夠曬大啦。其實綠景嘅裝修嘅話咧，我好欣賞。你睇下呢啲整個大理石嘅佢嗰個牆面啦，防滑嘅仲要係。你睇洗手盆啦。我中意佢之前綠色嗰。綠色個1284嗰個綠色嗰個洗手盆呵，就好有質感睇起身。呢種顏色過於單調。嗯，綠色又好鮮豔。係啊，鮮豔有一種質感啊。同埋我哋係電動嘅馬桶啊，同埋咧呢個緊急救護裝置呢都 set 好曬啦。啊，呢啲你唔睇到我哋嘅材料上面啦，佢品質確實係有保證嘅。呢間主人房都好驚豔啊！一個房中房嘅設計啦，可以講話子母房啦。呢度你可以做你嘅呢個自己私人嘅休息區啦，或者做書房啦，做衣帽間啦，都 OK。因為直接連住咗我哋嘅主人房呢邊就係啦，嗰邊就係放床嘅休息區啦。哇！如果喺嗰個位置擺張按摩椅，哇！爽，你識嘆我。哦，佢呢度仲有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所以嗰個位置可以 set 做書房。正啊，浴缸。哇！呢個衛生間就同別墅嗰啲主人房配置一樣啊。係咯。你睇呢啲配套，呢啲裝修嘅品牌，哇！處處都透露住一種奢華尊貴嘅感覺，彷彿呢40000蚊，我覺得都值回票價咁。你睇下，哇！整個都是石嚟嘅，188平方做了一個三房的設計，南北對流的一個户型，又有了大户人家哥有的呢個玄關位啦。然之後嘅話咧，實用性又比較強，對比於200多方的嗰個户型嘅話咧，更加温馨。咁對比於小面積嚟講咧，佢又有佢自己嘅一個優勢。咁唔知道大家對呢個咧188平方滿唔滿意啊？我好滿意，我都滿意。如果中意嘅話咧，歡迎喺視頻下方留言或者打俾我哋啦。OK， 下次見，拜拜。